蒙山羊，谢谢李煜的办卡啊！你家晚猴 AD 不的呀，塞纳 AD 呀，这个塞纳不补兵，塞纳不补兵，晚豪补兵，没啥好奇怪的，这很正常。我去帮银马打打野吧。行吧，既然他想自己打，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就早点上线呗。这山羊出门就干他，啥意思啊？我操，他学了个 E， 那你咋补刀啊？你学了 E， 杀呀！打多兰顿了。完了！哎呦我操！这家伙来的挺快呀，这哈的。他下半段开的，三分钟能走到我上路来。来的挺快。적을처치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추구해。我估计这山羊不走，可能他还在。哎，저를처치했습니다。躺好不送人头，给队友扛扛伤害就好。我不像你，能躺就躺。我要打优势的。你是想做一辈子的懦夫啊，还是想做一个英雄？哪怕只有几秒钟。这老在这卡兵线就很膈应人呢。
还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난언제나최고지학살중입니다我很想等个十秒钟，但是不行。这银马是电刑的吗？啊，不是。要我扣一下 ，A 转起来 ，W A 扣再转，平 A 接扣，平 A 再 A 一下。兄弟，你是我见过最猛的山羊，因为你敢在我没有放技能的情况下把 E 给交了，确实是有点猛。走位有问题，哎呀，这没扭开，我天哪，这他能把我杀了，我头痛了。W 刚才没好啊，哎呀，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我操，吓死我了，区区有点高，不行啊，这波去吃屎去，回来杀他，刚好没闪现了，看看有没有屎吃，吃口屎，好，他死了。我就这么点血就够杀的。哎，他跑了，这山羊到底要干些什么东西呀？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有点无敌呀？我一看呢，啊！算了，死死吧！那蛤蟆老过来，真讨厌。成是白银了。给我当突破口啊，一直抓。等二十块吧。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哎，可以了，不用等了。
捡漏王，一直捡。太难了，太难了，真是不让人玩呀。这哪来个泰坦啊？哎，另外谁打的我哈着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好闪！尬聊别死，好定 ，nice。谁说猴 W 不能穿墙？刚才这不穿了吗？穿了一个奥恩山羊的那个 小火山。泰坦才五级，我天哪，好像放弃了。你咋又来了呢？装甲猴其实是真猴。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적을처치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추구해先来个分离者啊！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什么是装甲猴？就是装甲猴啊！모든상황에대비해你别老叫人，你要想跟俺打上路，那俺俩就干一干。反正你们家也投了、推了，对不对？也挂了 ，ADC 跟辅助也挂机了。你要想跟我打单线，俺俩就打一打。别整的一整老来个哈的，一整老来个哈的，干哈呢？能完了不还？더어려운일없어아군이당했습니다ADC 挂机了。杀肯定是必须得杀的，只不过等一会儿再杀他。都杀他几回，让你挂机。我最讨厌挂机的人。呵呵，人马疯了，人马。开个玩笑吧，真是的。反正也都不玩了，是不是？不打就算了。投降了。
승리.